宗主，那两个人追上来了，要不我去灭了他们。可以，猫前辈，万事小心。嘿嘿，敢惹我的神龙宗，猫大爷我定让你们通通下地狱。你是妖族吧？居然还敢返回来攻击我们，真的是不知死活。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可恶，这妖族的肉身怎么会这么强？少爷，我们这是踢到铁板了，你先撤，我掩护你。想跑？不可能，今日你们两个都得留在这。前辈，后边有敌人追我，如果前辈愿意救我，我愿意将我毕生的积蓄全部奉献给前辈。哟，你这小子还会贿赂，倒是挺上道，不过以我此等境界，你这点积蓄不够看了。既然如此，前辈，这一张龙窟地图是我家先祖在30000年之前无意中获得的，据说是远古时代一条神龙留下来的藏宝图，只不过这张地图我们家数代先祖不断研究也无法找到龙窟的位置所在。你们家这么多代先人都看不出这地图，我拿来有什么用？你这小子想拿一张破图来糊弄你马大爷，我是不是找死？哪里哪里，是我一拳。小猫住手，你怎么跑出来了？这家伙刚刚在明仙谷地想追杀我们，宗主让我解决他。真的是给倒霉开门，倒霉到家了，还以为是一只不起眼的小势力，没想到连一个人都打不过。老大，你看这龙窟古图到底是真是假？说不准，饶你一命，你可以滚了。多谢前辈饶命。这家伙提供的龙窟地图所指向的龙族藏宝地点在明仙谷地内，小猫拿着这份地图到时候进去看一看。老大您放心好了，我一定完成您交代的任务。猫前辈去了这么久，不会出事了吧？宗主，我回来了。猫前辈，那两个修士呢？原来这明仙谷地内还藏着龙窟啊！看来这明仙谷地的机缘大大地有，师姐，我们赶紧去找机缘吧。师姐，这黑色雾气的毒很是诡异啊！是啊，我也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这可如何是好？宗主也不用太过担心，这黑雾虽然有毒，可是并不致命。据说在这明仙谷地内，有一个超级宗门建立了天机塔，不但可以提供临时的庇护，同时也能去除体内的那些毒素。天机塔，这个超级宗门倒是很贴心啊。这天机阁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天机塔？明仙谷地内的诡异生物太多，杀之不尽，修士进来斩杀这些诡异生物，获得增长寿命的神元兽果，而这天机塔便是让这些修士修整的。能增长寿命的神元兽果，这可是天大的好东西。那我们先去这天机塔修整，修整过后再去找神元兽果。哦，糟了，碎伯来了。碎伯是什么？碎伯是明仙谷地内最强大的诡异生物，境界估计超过生死境。你们几个跟上我，我带你们去个地方。我去，这所谓的碎伯不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恐怖的地方再吃掉我们吧？既然是来历练的神龙宗弟子，难道还怕这些吗？我们跟你走。